不是很喜欢碰到瑞兹的。是瑞兹这首选出来真的很不错，他不管是中期分带的时候碰到李桑卓还是吸血鬼，都是去帮他回补一些四个对象下路对拼，闪现多，闪现的牛头 Q， 再一个过来挑起来，这个控制链完全无法操作呀！小五这边再叫一个闪现，后续有伤害吗？哇，林伟强这边又闪，牛头这边是没有闪现的，被留下来。牛头被打了一套开启大招，但这边这些血量还是可以接受的。哎，这波李桑卓这个爆破果子回去了，下半区牛头的一个血量被有闪现的，这波可能这波塔要等一下建模，建模赶过来打三个，后续方方这边伤害够吗？再回一口，阿乐这边红度的 Q， 啊，这套塔下的配合反而是小天，开到只能后退，后续小天这边闪现一根，用大招留人，牛头的侧面，卡莎进场之后打不伤害，直接收掉了 Brett。是，但 YBG 并不准备放，我们就不准备放，阿乐在后面了，终于不敌交过，但是不放的话看一下卡莎拿下火龙，但正面剑魔还没有进场就被打出了一个复活，后续的话剑魔可能被卖掉了，李桑卓这边 TP 之后只能回家，刘劲松在绕后，怎么说这一波不想让你走了，看闪现可还二连，路线这边闪现再往后拉开距离，小天这边闪现大招盖住了，强行留路线啊，路线这边没有一技能了，那后续的话小五这边叫一个闪现还想往前冲，小五这边被打出一个被动来，闪现一 A， 卡莎拿下双杀，什么意思？动不了了呀，这边又被定住，冰爪过不了墙，或许原地一个大招，但是被三个人围殴了。永青松这边赶过来蹭个助攻，大龙 buff 抹的了，塔下的话我们就是有机会去搞一搞的。进场看一下，开大不错，先给大到三个，后续的一个伤害来讲的话，没有那么充足了。方方这边开始反打。没有人管这个蛇女啊，都被疯狂在意。方子刚才是反手拿到四人，这一波打抓死一个 CV 五打四才有机会。那这样的话又是平推了一个下路水晶，剑魔想开，但是瞬间被打出一个复活。卡莎跟蛇女的装备直接太好了。李桑卓想进场，没什么机会。卡莎一个大招，今天收了卢仙。后续小五叫一个闪现，同时吸血鬼在后方也无法去进场。那这样的话正面方法子可以一波了。啊，这边还想打，李伟强打闪现，打出不伤害。最后都没有开起来啊，这一波团。嗯，这一盘真的是怎么说呢？方 plus 这边的中野前面压制的太多了，让 OMG 中野是无法去走动整场。是。